那这个事情麻烦。这个就是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怎样才能够消除呢？要真实的明了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谁的心呢？我们自己的心啊，自己的识啊。这是大道理啊。诸佛如来所证就是证实这段事情。